动物吗？但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讲道理啊，你选英雄还是得选一个你不会忘记用技能的英雄。明白。你知道科学不一定完全是科学的。我对测测有瘾。我想想看啊。玩狼人杀不会让我轻松，会让我恶心。第三队没好。我是荡到这里来的，虽然滑稽，却是真的。网杀我已经玩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艾克是跳伞指挥。这面杀还行，面杀还比较有意思。但艾克认为跟认识的一块玩面杀倒还行。跳伞指挥，这些喷射器太棒了。恶心，想吐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在那边降落，亲爱的。抓紧你的裤子，亲爱的。知道了。这我还挺喜欢玩网杀的，但有时候太容易生气了，真太容易生气。有，不是我们这里，也没抵触。狼杀，到时候就。明年就搞那个大师赛了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让我看一看是谁跟在我屁股后的吃屁。该上了，好卡呀！第一回合，安全区放弃时开始。我们已经在安全区里了，那我就原地跑圈玩吧。有点走不动路。但是右上角没显示，这就是很离谱的地方。我为咱们找到了材料。明年，这就是。这里你能说话吗？可以听到吗？这里有进化可以可以。等级二。我好卡。其实你玩这游戏玩多久了呀？回收一些材料。不行不行，是个菜逼。但是那你可算捡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这个月流水还不够，贼牛逼，也这把躺。我第一赛季玩过。第一滴血，我好卡呀！第一滴血，有人发现原来自己才是猎物。走路都慢动作的。都卡。这边蓝甲怪哥，这房子。我们走这边吧。不是，我连个房子我都上不去。回收了一些材料。啊，走不动。啊。放松些，这里有重力电梯在这儿。小心，被炸开。蓝甲在哪儿？标点房。警告，安全区正在移动。我们已经在下一个安全区里了。如果你老了，那就休息一下吧。稍等，正在制造。没有这种。注意，出现了新的击杀王。出现新的击杀王，老一辈或是死了，或是懈怠了。嗯，走吧。鸟儿的悲鸣，你听到没有？噔噔噔噔噔。注意，正在运送补给舱。复盘没意义啊！怎么说？现在复盘和以前复盘完全不一样。兄弟们，哥，来，发拉米，哥，来，哥，我好卡。嘿，我想退。太爽了！走不动，卡。好卡！他这个一会儿会好吗？会，一般来了是会。我天！你说以前还有那种挂呢，就是让别人卡的挂。对啊，以前你说复盘聊聊天儿。你开个玩笑什么的，大家看直播也有意思。现在你敢开玩笑吗？
现在他妈开玩笑，人家给你把屏录下来，就喷你。那为什么呢，歪哥？因为他妈那帮逼以前都说你这样是可爱的，现在怎么会有人这样呢？这帮逼傻逼呗，那怎么办呀？哦，太过分了。所以没什么办法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是不是错过什么呢？没有。放松些，这个太卡了，这个好友之间的奇妙起点是吧？正在给护盾电弧星，正在投掷电弧星。我靠，他们看着我们呢。上，听到人上了，护盾正在充能。太卡了，恶心到了。打不了了，来打不了了。他这盘不会好吗？不知道啊。那里有一个笨蛋。得了得了，太卡了，打不了。我遭到攻击。我操！这怎么打啊？走路都慢动作的。护盾充能。打不了了，走了走了。还开枪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那这暴脾气，我这快受不了了，我还在狙。他们正在偷开枪，真是我遭到攻击了。护盾正在充能，再给护盾充能。还有小甲。护盾充能，不是饭圈不饭圈，跟饭圈不饭圈没什么关系，是人的问题。这东西，给我搞点小电呀！大哥，给你一个。我找到了加长能量弹匣，等级三。这里有小型护盾电池，护盾充能。前面在听说，这应该制造一下的，你可以制造一些大电，一般有钱都是制造大电。没有。有人。对，这是我自己玩的回忆，我没说你们看。那群笨蛋正在朝我开枪。哇！我们遇到麻烦了。不是，这怎么那么多恶心的人啊！我真受不了了。目标已标记。自崩狗。遭到攻击。哎，真行。走这边吧。标记目标受伤严重。正在开火，正在装填弹药。我倒下了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全是子。啊！蓝镜枪，你好了没啊？走这边好吗？看到没，就这种。还有十分钟，你们再搞一把。那里有个笨蛋。你们再搞一把，我就来了。你刚打那个是什么？我看你直播，你临死前打的那个，你旁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说我的枪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刚那个地平线。地平线大招，地平线大会拉他，他把那个机器仪器给打掉，不会被拉住。这么牛逼！哦，我终于懂了。我终于懂他们说14的意思了。14的意思就是一梭子子弹只打了14，打中一枪。
和平的枪真的就是那状态很好的时候才能用。来福玩不了这游戏，他玩的游戏也是个菜逼。这游戏那你不喊他吗？我喊他了，他问我跟谁玩，我跟 KS， 他说他不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感觉在挑拨离间啊！你不信来福这么说的？就是嘛，他说他喜欢 PUBG 了。你也别多想，来福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你而已，也没别的意思。我不信，我都不认识，他凭啥不喜欢我？凭什么？就是就是，就你爱挑拨。是是是。我操！我看了眼小帮主播的，这他妈什么游戏啊？蜡笔小新？对啊对啊，这他妈幼儿节目吗？我他妈那播一些观众能看得懂的，你怎么就这么说人家呢？是啊，那他妈这是少儿节目呀！我他妈吐了。那他观众朋友都很年轻啊，那不很正常吗？哈哈，我惊了。你也播啊，你播的话你观众也会多一点哦。我真的、哦、我有时候就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播得下去这类游戏，就是哎呀被命运折弯了腰。他们我不太理解，你们喜欢看我也不能播，我不能让你们变成这种观众你知道吗？就是不能依赖这种这样的爱看这样节目的观众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们变成这样。这里，伙计们，降落是我的专长之一。晨光比这个比这种游戏会好吧？晨光起码还是有点大人玩的，这不纯小孩玩的吗？哎，不好不好，没问题。他怎么可能没枪可打？我们肯定喊他的呀。我们所的他说 Apex 你们不看，观众不爱看，他数据要求达不到，那我们也不能让少将拿不着钱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？是，我就你也不像我们没合同要求，反正我有合同要求啊。播啥你也达不到合同啊？对啊，我都现在播什么都达不到了，但是我还是有电竞精神的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拿到的。所以呢，所以你也没练啊？你有练吗？练什么？你也不刻苦。昨天半夜我还跟少将加练呢，打到六点钟，五点多。你呢？你在睡大觉？放他妈屁！你跟韩潇夜里玩 Apex 吗？真的？然后你给他干到不玩了呗？没有啊没有啊，玩累了呀，五点多玩的。啥意思 KS 你就送了？没送，没打过、啊、我一把3030中帮手打不过那怎么办嘛、啊、猎物已标记，我粉碎了一个目标的护盾。我只要有观众老爷吃鸡的时候刷点小礼物我就满足了。我被困住了，别不知道，体会到了成为猎物的感觉。之前歪哥玩了一次，那一次把我玩全退了。我他妈！哎呀，我喷了他四分，怎么没喷着？我操！我太他妈！视角啊，歪哥！我太他妈猪了！我他妈是个别的枪，他早死了，他就他妈二十滴血了。你为什么不拿拳头呢，歪哥？这么说就拿拳头，我靠！我觉得我肯定能喷死他呀，凭什么呀？他在处决你吗？嗯、你说呀。这波简直就是铁猪逼，就是他妈。牛的牛的。我就是他妈铁猪逼，
这不，阿朱，别生气，小意思。嗯。最近在哪儿呢？阿朱，孩子在哪儿？他拿了，可以复活就行了。还行，这游戏没有级别差距，复活了我有了装备，又是一条好汉了。你饿吧，我打血。这游戏你看，看这个马枪也不错，他们那种职业选手也有那种超级马枪。能拔到就夸张了。我们走这边吧，亲爱的。对，你想，你能想象到的那最满的枪，那些人都有。我不会浪费。我得制造些东西，亲爱的。这里有材料。我去哪儿搞枪呀？就回去舔包啊。先把甲一舔，那边边上有甲，然后随便找点枪就用一用。发现背包，晚上好，等级二，晚上好。我这两天陪贾亚疯狂看剧。看啥了？注意，出现了新的那个消失的孩子不错。你看过吗？燕姐没看那个吗？苍兰诀。没看。那你得推荐他看一看，我跟你说。好看吗？可好看，我跟你说。是吗？啊！我被窝住摁着头看。发现2301。你能明白什么叫摁着头看吗？那是我的。不看就不准睡觉的那种。不知道，我什么类型啊？土狗甜剧。啊！那我好像不太能看。没让你看啊，我让燕儿姐看。燕儿姐这个。其实带孩子很苦啊，我感觉看点甜甜的剧让他甜一甜。前面在打，在那边看到一个混蛋，好像辛苦。我这辈子不会再用和平票，太丢人了。那个他妈对面那个逼已经笑死了，感觉刚才。那里有战利品，我受到了攻击。这里有个笨蛋。哇他妈毒死了，花点时间给护盾充能，注意掩护，我正在治疗。那怎么办呀，敌人交战。有没有药呀？我去那边看一看。你看猪白哥还能交流些什么呀，交流不了什么。交流一下代码。目标在那里。别管那边了，他们有资很烦。该半数小队都成了肥料，正在为寻找更好的角度朝艾克前进。你要吗？给点。子弹给点，什么都没有。这里有注射器，什么都要。正在治疗。重型、轻型都要。重型、轻型都要。之前没考虑过等等。百八哥那个抖音拍的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应该多跟点那个，就家里面日常。天哪！孩子开学了，拍不了。哦，是。你可以拍拍你跟。月姐的日常呀，算了，你没有日常。我不能拍，就我天天喷他，这拍的多不好，真逗。不能太在外面显示自己的地位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是吧？你喝多了，天哪！哎，这里有个蓝包，这里有背包，等级二。不懂了吧，凯斯？这夫妻相处之道，这个。对，放一面。谢谢，感谢格子两个一三一四音符，感谢格子。我就拿个三倍镜。哎，哪儿的那个镜？什么意思？要偷我的件儿？我遭到火力攻击，被打。不是。再给护盾充能。谢
谢没有助攻子弹。快哥，别别别！快哥，回回回回回！另一个小队正在朝我们袭来。能走不，快哥？走不了，外边有人。正在治疗。来了。谢谢。我收到攻击了。有没有小甲？正在扣下扳机，再给护士出笼。来，我给你小甲。感恩赐予我视野。我也只有四个小甲。正在给护盾充能，护盾充能。我想走了。走走走，跟我逛。正受到攻击。我受到攻击了。完了，你们都没什么战斗力，感觉。太没有了。而且这边人太多了，对我打起来打赢了也值了。我天天看有九怪视频，那就让他们这么滋。正在给护盾充能，正在治疗。我跟你说，甚至很多粉丝说不定看他视频就进去点个赞就那个什么了，只看前几秒钟。我都是坚定不移的把10秒、30秒钟视频看完。搜一搜吧，走吧走吧，有点想前面，就前面大家都没去做点，拿点钱做点大奖嘛，拿点钱做点大奖。哎呦！别这个，这个续费哦。正在释放我的起点，正在投掷猎户。我收到了攻击，有了一投掷，就是投掷，击破了敌人的护盾。啊，正在装填，花点时间给护盾充能。我正在使用凤凰治疗包。最近有人曾经过这里，我遭到火力攻击。撒娇不行啊。撒娇我不会，就我跟蛙哥都是那种铁血猛男，你让我们撒娇不行的。让韩娇撒个娇。我们已经在给护盾充能，再给护盾充能。哎，他叫第一选择是跑。粉碎了猎物的护盾，我失血。哎呦，在这喷。加油，干不你可别听妈说话了，你卖巨炸，你别喊，我操，巨傻逼真的。我给队友鼓个气啊！不，你那个麦是刺啦刺啦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搞一搞你那个麦，不是你 YY 里面是没有关系的。正在使用凤凰治疗包。我知道啊 ，YY 有关系早就说了。我得 Q 一下，我得指挥他一下。啊好。掩护，我正在使用凤凰治疗包。Q 一下，我就知道附近没有人。队友重型，我哥你拿一下。要吃了这把，里面还有空投呢。我一下肥起来了，大肥仔了已经。哇！克雷贝尔，战友克雷贝尔。我们做点大甲吧，反正我就一个大甲。获得了一些材料。我们已经在下一个安全区里了，正在前往新小路，把这个补给舱里的东西拿完。目标已标记，猎物遭到重创。
敌人。带上这个闪亮的标记，看你还怎么藏。猎物遭到释放。没有子弹。带给我敌人。安全区到底是哪里？正在扣下扳机，那里有敌人。标记目标受伤严重，猎物遭到重创。这儿有克雷贝尔。我是哪？我受到了攻击。发现目标，我就把这个高台。正在寻找新角度。再给护盾充能，还有两个小队。出现了新的击杀网。只剩左右各一个小队。小心新的击杀网。那里有一个笨蛋。那边一队，然后左边一队。他们在打完了，又换两队。这边发现一个混蛋。又笨又蠢，我遭到攻击了。召唤自身。右边，右边贴两个。我受到了攻击。我们已经在下一个安全区里。哎，这个枪怎么那么重？我粉碎了一个混账护盾，装填弹药。电呼吸。正在检查这片区。去打一个。我粉碎了一个目标的护盾，再给护盾。但他们有命脉的。啊！要不太帅了吧！我就太强了吧！吃了这就。啊！这都不知道这怎么就吃了？就吃了。哎，也挺轻松啊，感觉。你是 Apex 捍卫者。我们是 Apex 的捍卫者。KB 问 KB 问，哦哦哦，玩具枪在呢。行，没事啊，没事。来，go， 什么意思？没事 ，go。枪的心率比这还挺。我的段位提升了，那个、非常好。谢谢车车的两个爱心娃娃机，还有水兔兔的火牙一号，谢，感谢。是不是五号？我蓝屏了。是不是五号四位亲密啊？